来到英雄联盟。我回来了。坏了，还好他没一的蓝，不然我没了。我操！我差点送一血了，王继超，你这个傻逼！回家能不能离远点？别怕，兄弟。我操，坏了。我发信号了，但是没用。我也得能去忧愁，我也得能抓死人。他妈找死！凤凰有闪有弹啊，怎么？你注意点。大哥，你别死了呀！那被当杀的呀！你死了！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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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这个英雄，我操！
不上吗？直接交大了，不，妈的，不该交大的，好亏啊！我这个大招。哎，看我下，看我下！打不了龙，打不了龙。灯光没闪了。收率，我的。哎，我以为，哎，我那个位置我能 W 到好几个，你们知道？然后我觉得我有杀戮，我就上了，没管别的了。哎，惩戒错了，我操！哎，
他们这两个过不去，他们这个凤凰跟 ADC 过不去。我队友就4打3，nice，560点。